还想发个九折水平的，发不出你来。们稍微等等。打个眼儿，我关注不了自己，他要打红，啊，他要打蓝，对面打野是个小破扎克，哎呀。谢谢帅哥叫我啊。他没有带，他居然没有带骸骨镀层。死了。你带不灭可以，但你不能一直跟我拼。我不知道他升没升二啊？啊，他没升。他有饼干，这波不能再打了。打个眼儿去啊！给我把线推了。OK。十二个刀，十九个刀，还行。我杀了他一次，装备比他好一点。两多蓝，把弱点刷一下，一过来接个 Q， 他的弱点指定又刷我屁股前面，我刷一个啊。走一波。
哎呦，他有 Q 啊！没事儿，这波他亏的。就你这点儿，就你这点水平，兄弟，你认为你配在我这亮牌吗？就你这点小心思，我的天哪！就这么点小脑力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没有眼儿我不亏了吗？没有眼儿我最后也不会回去的，因为不会有人这波兵线能经得住诱惑。如果他经得住诱惑，我就把他吃了。我不会立刻回城的，他很有可能这波要回来的呀，我不能立刻回城，我立刻回城这不亏了吗？这差点意思，这 EQR 没打着，没关系，他这波跟死了没有区别。被秀了，哪里被秀了？我交闪，他交闪，这怎么能叫被秀了呢？互换技能呗。他是吃屎去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没那么多血。呀，本来我也不亏呀，闪现换闪现呗，下波他没闪了，我就杀他呗，一样的。别老给别人说话，怎么就被秀了呢？俺俩互换技能，凭啥是他秀我呀？最多他就是失血逃生呗，没死呗。他山东的谁发的？喂，我不太好。控住他的线儿，就这人80%啊，搁这里不能走，他得吃兵线呢。来了个巴德，能打死吗？哎呀，这怕什么呀？我操！好，中单死了，这中单死的可挺烦人呐。中单为什么会死啊？
讲的我这波有点薛飞是有点亏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没注意中单死了，我先中单跟人玩呢。哎呀，这不应该出黑切的，出黑切呀就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得下来这波。不行，我不能下去。这他妈的，他大招好了，我大招没好。血不够啊，给人刮痧了，稍微有点急了，其实打急了。劣势有点大，稍微有点急。他们家扎克搁上路呢，啊，没带。等一会儿啊，哎，这就有点烦了，这他妈巴德带个守护者没打死，这么幼吗这巴德啊？他们家这巴德往上路跑，跑了三趟，别上了，拉倒了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
我不能投，你送完你就投，你啥意思呢？那能让你投了吗？我能那么轻松的让你投了吗？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松的投了的。出三项应该不会这么难打。哎，你为什么老觉得就是我的出装有问题，或者是就怎么的，就我随便出一个装备就可以让这把输不了呢？啊，就。就每一回一输了吧，你就会找点理由。哎，是不是我的这个出装问题呢？要么就是我咋咋地了？你说跟我有啥关系呀？这剑姬巴德没上来之前0-3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说哪里难打了呢？基地都没了，我就追去呗，那怎么整？你说呀？